荣获多项大奖的 Crowman and Wolf Boy 现在也能够在 Android 平台上玩到咯。游戏当中，大家要帮助 Crowman 与 Wolf Boy 逃离充满邪恶的森林，在自动前进的关卡当中，不断搜集光珠来吓退步步逼近的黑暗。如果想要避开地上的陷阱，就长压荧幕，让 Crowman 振翅翱翔，压得越久，飞得越高。至于路上的障碍物，就用手指横向滑动，让 Wolf Boy 把它们通通砍碎。唯有这两人好好通力合作，才有可能逃离黑暗，重获光明哦。Thank you.